我是 VOO CHEW WAH，我是来自马来西亚沙巴，我中了鼻咽癌第四期，我第一次来是做那个介入，做了2次介入，和那个放疗啊，效果都蛮满意的。2015年9月吧。因为我发现我的颈这边肿了一块瘤，大概是有4 cm，我以为乐趣，就在那边找医生验，就是鼻炎，在我们那边验就差不多第四期了，所以我就朋友介绍，我就在吉隆坡去见那个。Modern 广州医院啊，就这样来到这边治疗了。有啊，叫我要做 chemo 和 radiotherapy，因为在我们那边，我有很多朋友都讲效果不大好，所以我就选择上来广州这边。有啊，我去那个 City Bank Building 那边，第几层我忘记了。我跟我侄女去那边，医那个博士，彭主任，我给那个我的 CT 的片子给他看，他解释给我听那个疗程要怎样做，大概要多少钱，我都很欣赏他解释得很仔细。博士说，中国这边这种鼻咽癌很普遍，因为他们医院一年都做很多，所以我很有信心。所以说我跟我太太讲，我要回中国，我要回广州治疗这个病。他说，老公，你自己拿主意了。我就问很多朋友的，他说可以。因为现在中国的医科的科技也是蛮高的嘛，有介入啊，在我们那边就没有这种介入。我有回去问过，他说没有，介入很有效，我很喜欢的，所以我都选择在这边比较有经验，我上来广州这边做了。第一次来这边做是那个介入，医生跟我讲是一个小手术，大概是1小时多一点，我也放很轻松来做了，不过都效果都很好，我看着这个肿瘤慢慢消失，刚开始是3个 cm，后来最后一次检查是4个到5个 cm，做第一次消了很多，我回去休息2个星期，回来剩下。不是很大，很小，多少 cm 罢了，也不到1个 cm 嘛。现在完全消失了，因为我回来复查的时候，他们讲效果很好，已经完全消失了。因为这边医院服务也很好了，他有接送机场。因为我回我那边，在白云回过去也是蛮近的，3个多小时吧的，所以不会说很麻烦的，所以很轻松的来，又很轻松的回去了。我就这边待了2个多月的时候，每个星期他都，我如果有空，他们也问我要不要去啊，去那种花园逛逛市场那样啊。有啊，这种服务很好啊，我不会好像很什么，很闷啊，
说话就这边就比较开朗了，不会说待在医院这样了，这边也很自由，我要去跑街就去跑街了。我第一个要感谢我老婆，因为我重病的时候，我最小的孩子刚刚要出生，她也是很伤心，我跟她讲，你不要担心，老公会，弄好的，我很鼓励他，他也很开心去面对了。我认为呢，中了这个 cancer，应该不是一个绝望，因为他已经优先通知了我们。给你知道哦，你中了这样病，你要快快去治疗。我跟你讲哦，今天不知明天事，意外的东西是，他都没有跟你讲一声，就没有了了。你也没有时间跟那个孩子啊、妻子交代什么啊，所以，天是不是一个很绝望的病嘛、啊？现在，医科技那些很先进啊。应该是要快快去治疗了，不要再拖，不要再担心了，治疗不到都没办法，对不对啊？一定要去面对了，我也跟我太太呀、我妈妈这样讲，就是说，中了就中了咯，他说没办法了，这种每个人都不想了，所以我们要很乐观去，要讲讲，很乐观就是面对他咯，是。